两个已经灭灯了。声音过度夸张，这种剑走偏锋的开场白，你太容易吓到人了。我就觉得没必要一上来就使那么大劲儿。我倒是挺喜欢你这种开场的啊，我觉得蛮喜庆的，蛮有冲劲儿的，这种感觉我很喜欢。好，谢谢。李雨欣向你投去了不屑的目光。来吧，咱们聊一聊哈。你把语调降下来。你这个区域地质调查是学什么的？对咱们这个国家的一个地层啊，一些岩性啊，就简单的一个判断，然后啊，就是找金属、非金属一些矿产。你就是传说中的宝藏男孩？哎，不是。哎，那我多问一句，你找到你人生当中的宝藏女孩了吗？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，因为我这个上进心比较强，一直想冲在前面。就想先把事业搞定了。对对对，是的。再转过头来解决个人问题。是。你觉得我们台上的这几位女老板，如果你要找女朋友，你会找什么谁这样的？庄总的。啊，庄十一。对。为什么呢？他首先对很多人都是一个宽容的一个状态，然后呢，他又具有女性的一个风范。什么叫女性的风范？女性的那种个爱和那个和那个普通人是不一样的那种感觉是。我感觉你这话得罪了好多人。就是我也具体这个东西怎么说没法讲出来，反正就是看着来电，是这意思对吧？对对对。他欣赏企业家是欣赏那种对人比较宽容的，所以你看不宽容的先对他灭了灯了啊。还好你们跑得快，你们要跑晚了，小伟一会儿就要反杀你们了啊。